帕克也稍微休息一下，林俊杰，这是他要展现自己能耐的时刻。阿杰的三分球进了两记三分，林俊杰。三分外线，阿吉大胆的出手，逼了艾尔沃，很强了。再给林俊杰换到右边的四十五角，俊杰三分外线投射，哎呦！好，再给林俊杰。现在谁的胆子大呢？就这球，塔克老师真的是眼明手快啊！好，快攻时背后传球，大的威胁了。再加一个戴维斯，哇哦！又给阿吉接了就起，起了就起。林俊杰找不到塔克的机会，干脆阿吉要来投三分球。底角的三分球有分进账，不过防守端这边表现得非常不错。三分球，阿吉出来投球，阿吉在门框左侧的运球，再给到空档的林俊杰。阿吉转换快攻，完全没有人守，区域防守就要考验上面两位后卫的补防速度。再给到阿吉，哇！阿吉要出手，看阿吉。杨宇要赶紧回防，阿吉的空档三分出手，我的天哪！这球给到底线有机会，林俊杰在这个位置有了。第一节没把握，但第二节这个 wide open 也很大。但这次如何突破对方的人盯人？梦想小跑车，狙击手林俊杰。再分林俊杰外线有，棒线也是个守区域。底线掩护之后的林俊杰 corner 三分球，阿吉非常果决啊，直接砍三分球。哎 ，N one， 后续做到进攻的选择。哇，空档出来，可惜第二时间再出手来了，进攻哦，因为连续几次出手都没有，哦，还是要靠阿吉啊。阿吉的空档，这球三分又有了，今天真的是不能放。他拿下了十五分，哦，好球！阿吉，哇哦，在赛瑟夫面前豪取两分，巨人马上得分了，打到了侧板。俊奇，晋级的巨人在罚球线有一个。现在林俊奇啊，多端，你可以在他面前这样子得三十三分，确实对他自己的自信来讲是个提升。志杰刚才得到他整场比赛第一个 field goal， 晋级的小巨人阿吉。